叛逆明星的暖心行为二，朱正廷直播时侄女突然闯入，为了自己的家人不受骚扰，她的反应太暖了。这霸气的一档有被温柔到，安琪在海上冲浪时被海浪打到了海里，黄明昊直接冲了过去。以后不能叫你弟弟了，简直哪有力爆棚。第三档期就遭到韩王排外，王嘉尔直接跳舞给他应援支持。Lisa, wait till you see this. 王嘉尔不仅长得帅、跳舞好，而且还超级暖。工作人员给雨中录制节目的蔡徐坤送伞，然而他接下来的举动绝了。把温柔刻进骨子里，谁能不爱呢？谢娜在游戏中输了，要被锅盖砸，蔡徐坤下意识用手挡锅盖。这么温柔的爱豆，你们有被圈粉吗？